我想同我转学之前嘅同学问佢嘅联络方式，好之后可以倾偈，可以出去一齐玩。上次就即系作文唔系搵得太多，跟住我谂住如果过去翻去搵多啲。上个星期有一次落雨，我唔记得带遮，我湿晒，所以我想翻翻去过去攞翻把遮。我想翻翻去我细个嘅时候，因为我细个咧。我就唔小心跳咗落个玻璃柜度，之后咧我就入咗医院啦。而家有个痕，咁我都想咧，将个痕即系翻到去令到我唔好再受伤咯。我咧就想让我只手唔会再受伤，因为我新年嗰时候咧，即系喺外地新年嗰时候整亲只手，我唔想如果翻到过去咧，我唔想再整亲只手，跟住唔让屋企人担心咯。